朋友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来到福建省，这是三明市。啊，三明市。这是什么证啊？泰和证啊。租口证。租口证。然后我们这边装了2700斤钟楼过来啊。益民这个路啊实在太堵了，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订车上不去啊，然后这边麻烦这边的兄弟自己来转运一下了。现在等一下我们上去看一下他那个场地做的怎么样。不是，那是在路上那个。现在出了小状况，他这个车子再重也不行。推推推，来用力。好，一二三，加油。上。对，上去了呗。只要冲上去是冲了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来到他这个场地，你看，凡是要看到这种模的啊，基本上都是我这边的学员，哎，车上做的按我们的要求做的还是挺好的，可以可以。看样子还是用了点心了，这里是发酵好的牛粪呢。经过9981个小时啊，终于到了福建这个场地了。下午的话，我们还要去武夷山。哎，朋友们看一下，场地做得不错啊，条件非常不错。这就是它的场地，完全按照我们要求做的啊，建设的非常棒。唯一的缺憾就是这个年舞啊，这两天下雨啊，怪不得它这边水资源不一样。不是，这两天下，今天刚下雨，它这水是浑浊的，哎，对。这里还做烤烟啊，啊，阿姨好啊。没有，我看一下这个烤烟挺好的。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也种这个，对，现在有很多年没种了。原来我们还自己烤，也是这样用个烤房自己烤。我们湖南怀化的。这地方烤，湖南怀化的。对，湖南怀化之前我们那边也做这个烤烟的。这是你自己田啊？没有，这个是他们用来养田螺的。不是你后面你整个池塘进水口是怎么做的？是单独的还是一口？单独的，单独的。哦，单独的。这上面进水沟啊，那边一个进水沟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你的螺放在哪个池塘去，我看一下。螺池塘做的挺好的，但是这个藻啊，莲藕你要不要呢？这个不要，到时候我说拿个镰刀把它的要砍，不割掉的话，它发展起来那个罩住阳光，罩住阳光的话，到时候水中没氧，产生不了光合作用，那个田螺会缺氧而死。这个到时候多了的我都要把它。砍掉了，把镰刀把它砍掉。对对对，砍掉叶子它就发不起来了呗。啊，我们是后面的三个山会少一点，这个会少一点。哦，那也可以。目前还有这个池塘没做好，是不是？实在是没时间，我们两个人来养田螺啊。这个是你们跟把这个毛竹啊。啊，那个田螺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放毛竹那是缺氧的前提。谢谢谢谢，我对不对啊？对，那缺氧的表现它才拿毛竹，它一般不缺氧的前提下，它沉在水底是非常好的。不是不是，甜了淹不死，不会。这有两亩没有？这里这两亩吗？行，你现在这我们的田螺是放在哪些池塘？你告诉我一下。后面三个，我是打算。对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对。又截断，加了一截。对对对。你这个池塘是云南的老式池塘，这么深啊？是啊。养田螺其实不要这么深的水的。啊，这个池塘，这里的水大概有多深？也是1米到80还是40？这个地方的话，差不多有1米。这个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差不多就是40。这个是那边最深，它那边是挖的最深的。上游的水，这个水是不是还可以排到下游来啊？啊？就是这个水流量，上面的水是不是还可以往下面排呀？还可以，那再等高一点，我们这里也可以再等高一点，但是下游还有人用水吗？没人用了。那你就把这个水全部往这里排了，这是养螺没关系，不要担心，一定要大水冲，但越冲越好。刚放下去这两天越冲越好，一个礼拜左右，它到一个礼拜之后慢慢的就四处爬着。你今天放下去，它会在那个边上全部密麻而边，是这样的。比这个管要大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是110的管。没有没有，像你这个把这里堵死了，那个水位压力高一点，它那个进水量就大很多。到时候我再把那个
上面的水放下来，上游的再把那个再堵大一点。对，那到时候我还会弄，那边村里面也会弄个涵洞，那个进水口会更大的。对对对，你要大水，这两天一定要大水，刚放下去的时候。这个边上的草啊，你趁着罗种还没散开之前呢啊，像这种草能打一下草药就要处死它，因为它一旦长起草了，到时候长很疯狂的。就是说我们弄的草要把这个边上这些，就是没铺膜的这边上这些草弄掉是吧？弄掉弄掉，之前应该是前几天就给罗种来了也没关系，反正这喷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。没有那你就不喷，要不然就去用人工算了，到时候草长起来用那个人工撩一下也行。这个草还有十五天之后长得很深，倒下去了，倒下去也没关系了，就是怕那个像这种啊，老鼠吃的很厉害的。一旦有像你们要注意，如果发现在边上有那种壳啊，老鼠咬了一堆一堆的，基本上就是老鼠找到了。就是你不管你加深也是一样的，这个草你不管加多深，它也长得起来。现在最好的就是人工要拔一次，拔一次放了鱼苗之后，它慢慢就长不起来。如果你像这样放鱼苗，那个鱼苗还小，它也吃不了，它的草还是疯狂的长，疯狂长，你不就一个月，它那就泛滥的很宽，泛滥很宽，下面你就会长青苔，长了青苔，那个草就附在那里，田螺就爬在青苔上面，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个田螺慢慢就会有死亡率，所以一定要光。人家说养田螺要草，反正我不知道人家那边技术是怎么样，但是我这边光一定帮我光。这个泥一定帮我蓬松，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们打要打牛粪，就是这个泥给我蓬松的感觉，不要给我们很硬很硬的感觉，是这样的。真正肥水的话，或许我们再肥。按照你的要求说用耙子耙了，但是有一样。没，现在你就这个草，你们有空把上面做完之后啊，有空趁着没长起来之前一定要拔一次。特别是这个泥我都说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像这种密度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尽量往泥巴里面踩了，原来更多。啊，这种没有多大关系啊。但是你再过半个月，它那个荷花叶子全部长大，全部在表面下面全全部进不到水，进不到阳光，进不到阳光那个螺容易缺氧。但是就像你这个叶子，你要割掉了，杆杆留在那里呢，它也没关系。但是勤快一点，到时候田螺它有时候会爬杆。不要让它就是荷叶长大。对。不给阳光就行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水中靠那个阳光的光合作用呢。啊，对，现在准备卸货放池塘去了啊。擦一下衣服。对，这边已经卸了有一箱、两箱、三箱、四箱、五箱了，八箱啊，还卸还。来，看一看我们的种螺啊，大老远的，经过1000多公里哦，兄弟啊。星星豆你们自己看一下，这个正常这一个有多重啊？这种大概是20个一斤左右的，15到20个一斤，最大的像这种呢，这种就是12个的一斤左右。漂亮吧，这个你自己看一下。这个一定要慢慢的放，属性怎么放呢？这一下抬下去之后啊，就放在这里，这样慢慢的把它拉一下，拉一点距离，就这样，不能是这样。水里面浮了起来不？不能这么丢，这么一丢知道吧？田螺很容易受惊吓。为什么说车子田螺经过运输之后，它容易产崽，而且容易产完崽之后要死了？它就是受到惊吓了，知道吧？再加上本来车子就惊吓了，你这么一丢，更加容易受到惊吓。在那里笼就拿在这里抽。就这个种螺啊，放它有一定的讲究，这个种螺不能乱丢。然后的话，你放在那池塘边1米5到2米左右，它那个如果它那个爬边的话，它慢慢的它也有1米多2米的距离，它慢慢爬就不会成那个一堆一堆的全部堆在这个下面堆积起来，有些想爬都爬不动，是这样的。它慢慢的就是会沿着这一条缝慢慢全部散开，然后到第3天第4天，它会慢慢就往中间渗透。就是这个程序，像你现在放的有3天时间，你看一下，全部都是在这个水边，它不会下去。你明天早上来看一下这个小崽，基本上这些线就有很多小崽蹬在这个田螺上面。田螺已经撤下来了啊，然后准备放入池塘了。对，对，慢慢拉，慢慢拉。
对呀，这个地方要两米多高啊。对，它这个搞大的。它这两米多高。对。对。现在拉到那个离那个水岸大概有两米的地方，你要把那个盖子全部搞掉了，浮得起来。不是，啊，两米差不多了，就这样慢慢斜过来。啊？对，可以可以，两米左右差不多了，它卸下来就行了。没事，你等一下啊，对 ，OK。不要的，不要的，那箱子倒是你放好也能装很多东西，没盖子就放下面没关系的。好。就这样斜着，慢慢的往下扒是吧？斜起来，斜起来。垫子就垫子底下，慢慢往下扒。斜啊斜。对，往拉动拉动，往后面拉一下就行了，往后面拉。没关系的，就是啊，对对对对，往这边斜着拉也行，斜，对对对，按就这样倒，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啊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对对。不舍得放一样。对，没有，随便倒随便倒没关系，它会爬得开。啊，对对对 ，OK OK， 可以，这竹线不用拉那么远，拉那么远，等下你们懒得，它会自己会爬开的。这冰块是吧？对，冰块丢掉。放完了没有？啊？那冰块还有没有？还有一点。人还放在车里？还放车里干嘛？降温降一个头啊，这个冷死了。就有你们那个感觉挺好的，就我就放心了。你放心，我们的总螺，我都说了，我巴不得你去我的池上拉，我不用送，我不用操心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一天下来，他耽误我两天时间。我们也想去你那边去一趟。对啊，我的我天北老项目开车不怎么技术不怎么好，然后现在上不了高速，知道吗？我真的希望你们自己开车到我家去拉，我什么事不用管，我摸上来请你吃个饭，你们拉走了我不用管。我老早就想去你那边的，再过一个四五个月啊，那就满一年了，满一年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练下车，然后估计那个时候就可以去。对对对，换一换，随着你换到我那边。好的，我那边池大没你这么标准，我跟你讲。我还喜欢你那样的啊！就是你的稻田。我今年还种稻谷。我看你那个视频，不是说今年说有些不让养。一定要种稻谷。今年我现在担心我的水位就是这样这么深，现在我就是在调了，因为我要插完稻谷之后慢慢的上来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你肯定要开沟啊，你水。不开不开，我现在我要填了有这么很，两三星期在里面，我就是这么深的水。那个水有长的水有那么大吗？有大的高温有这么大的水进去。11年，我要不然我在11年要来要那个11年的水管全部是那么大的水排进去的，是这样的。满意就好啊，我大老远的如果是不满意还得了，但是你发现我们亲自做的螺绝对让你们满意。反正后期我刚才说就是我们这热情比较高是吧，但是呢水一定比较差，所以热水平与我在没关系，这个就是说要靠你长期。对对对，还有你说的，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有没有真才实学的话，反正你对比几家你就知道了啊。今天你看到我这个铁螺放一下放下去，也就你自己看好有多少个，我不知道浮起来有多少个，然后明天你捞上来有几个死的啊，你们现在就知道，然后你对比其他人家把螺拿下来，你们自己比较一下就行，这个螺的好坏品质就比较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走啦，拜拜拜拜，下次到我那去玩。我是巴不得你到我去拉总螺，我不用送，耽误我两天时间。福建下一个地方是武夷山啊，现在我们马上要走了，赶着送下一趟货，然后过些天我要送九江，不是九江是湖州，哎，有点忙了。